真好看啊！看看，来看看，我也要看，真好看。我的新家好好看，还有球场呢、啊。来，你们看看，哎，真漂亮，真漂亮。顾小姐，我替孩子们谢谢你，谢谢姐姐，感谢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。我也感谢这段时间院长对我的信任，给了我一个能为大家做点事情的机会。设计图如果有任何不完美的地方，我可以修改多少次都行，只要能对改建起到一点点的帮助，我就很开心了。嗯，放心，我会把图纸转交给承建方的。然后呢，欢迎你和秦先生随时来看孩子们。不然姐姐，下次你一定要来找我们玩啊。不然姐姐，下次一定要来找我们玩。好，有机会我一定会回来找你们玩的。嗯，那我先走了，再见。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好啦，我们回教室吧。回去吧，回去。来，慢点啊，别跑。没有定金，也没有署名，甚至连参考价值都没有，你有必要这么执拗吗？画了图是我对孩子的心意，起码我尽力了。至于你是愿意拿它当废纸，还是拿泰勒的图纸当宝贝，你自己看着办。我以后不会出现在这儿，你也不用像防贼一样防着我。日后你要是想知道更多关于泰勒见不得人的事儿，随时找我。喂，秦勋，我是陆森瑶，我想找你合作。不是和陆森瑶合作吗？怎么又跟易华合作上了？这个态度两头骗。算了，不管他。这里是受害者们的部分自述和证据，当时不忍在国外用这个告过泰勒，无疾而终。但是在中国，这些证据足以让他栽一个大跟头。谢谢，我会在新闻发布会结束之后，把他所有的犯罪证据移交给外国警方。你手里有他什么犯罪证据？诈骗，他大多数的作品知识产权都存疑，都是压榨学生心血的证据。想不到不然的话你竟然都听进去了。走了。这个泰勒两头骗，我就不信在新闻媒体面前不能把你这层伪善的皮撕下来。